你好，我是 Mira。今天的星光祝福冥想，我要分享来自宇宙源头高我意识的智慧讯息。你可以闭上眼睛聆听，或者在生活中当作背景音播放，让祝福进入你的潜意识，重新调整能量。现在，想象你正光着脚走在这夜晚的海滩，听着海浪的声音，踏着脚底下的沙子，你感到非常自在与平静。深呼吸，想象将这纯净美好的能量吸入身体，呼气的时候，将你体内沉重的压力释放出来，让它随着微风飘散。你在微风中闻到了茉莉花的香味，好清新优雅，让你感觉好放松。你决定坐下来，抬头看着满是星星的夜空。夜空中一闪一闪的星星，就像钻石般镶嵌在这深紫蓝色的夜空中，向你传送疗愈的光芒。现在，你在星空之下接受祝福。生命的舞蹈，传导者若何？每个人的生命都是舞蹈，每个人都有自己专属的舞姿，不用总是按照他人的标准去跳属于你自己的舞蹈。你可以决定用来表达自我的姿势、表情、动作。你可以在任何你想要的时候舞动，也可以在另外的时间停歇。每个人都应该去跳自己的舞步，同时也尊重并欣赏他人的舞步。不需要所有人跳得一样，不需要你们都做同样的动作。在你们生命的舞蹈中，你们掌握着自己的节奏和方向，你们可以献出你们独一无二的表演。孩子们，想象世界上的所有人都在跟随着音乐舞动，还会有战争吗？还会有压迫吗？还会有控制和奴役吗？用你们的生命去跳舞吧，在任何时刻，你们都可以跳舞，都可以表达自己的爱和喜欢，都可以舒展你的身体，并荣耀你的身体。你们的生命不仅仅是用来承受苦难的，就算你们曾经经历过苦难，有过艰难的体验，你们也可以从现在开始，放下那些沉重的部分，开始把生命当作一场舞蹈，去跳出你们自己的精彩舞步。没有什么是真正艰难的，也没有谁规定作为一个人只能活在残酷的现实中，接受生活的捶打和历练。真正的生命的样子是爱的样子，是舒展的样子，是轻松的样子，是喜悦的样子。
你喜欢什么？你热爱什么？你的梦想是什么？你想要给予什么？实现什么？这才是真正重要的事情。你们只需要去考虑真正与你匹配的一切。至于他人喜欢的，与他人匹配的，那是他人需要考虑的。你们可以在任何时候重新选择，是用轻快的舞步去迎接欢乐，还是用沉重的步伐艰难地前行。真正阻碍你们的，限制你们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，去做自己想做事的人，只有你自己。如果你可以摆脱掉自我强加的限制，就可以过上任何一种想要的人生。我是 Mira， 谢谢你和我一起玩味冥想美学，绽放疗愈光彩。感恩奇迹终将到来，一起迈向新世界。